一人一车自驾游，今天是9月30号，本打算今天走高速，去高速上洗个热水澡，结果外面下了好大的雨。下大雨了，那我就在车里吃点泡面吧。下雨天，一个人住在荒郊野外吃泡面，感觉挺好的，就感觉与世隔绝的感觉，就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斗争。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笑过？你不是虔诚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。